大家好，欢迎来到R实验室啊！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啊，跆拳道这个板儿啊，据说这个板啊，让你稍微的弹一下，它就会碎裂啊，是不是真的这样呢？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当然这个板也是非常的便宜啊，看一下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当然这个板有便宜要贵的，像0.3的好像才1克多，然后最贵的是这个应该是2厘米的。大概是4克多钱啊，猫娘娘优惠券，然后去搜索还可以领取额外的隐藏优惠券啊，价格更便宜。下面我们离近点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大家仔细看一下啊，这一样，这位置看偏白，两面是偏黄的，这个板也是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1、2、3、4啊，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看一下这个横截面啊，再看这个纹理，看一下，从这个位置啊，有横线，看一下。就这个位置，这一块啊、也是的，这块是有3个板，这个大板就更明显了。你看这个板，这就不是吗？这个大板很明显看到啊啊！所以说我们平时看到这个跆拳道啊，这个板青色都是假的。现在我们挨个测一下这个最小的板啊，我只用这两个手指头加这个大拇指给它顶一下，看一下啊。我们把我还没有用劲，它就已经断了啊！看一下，齐刷刷的。非常的脆啊，啊，这个也是0.3厘米的，能把它给拍断啊，好容易啊！再来一个手指头，表演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一个手指头就解决了啊 ！Oh my god！ 刚才是0.3的，下面是这个稍微厚一点的0.6，我用两个手指头我拍一下啊，看一下，大力神呀，有如神力，有如神助，0.6厘米的板子。啊，也是很容易两手指头就给它打开了，更别提用脚踢了啊！再试一下，看一下，哦，也是非常的容易啊。这个呢是0.9厘米的啊，这个呢就稍微厚一点了啊。这个我们怎么尝试呢？劈开，这个我直接用手掰吧，我看一下啊，能不能把它给掰断。很明显的三角啊，其实也没有用多大的力啊。下面再换个玩法，这个比较厚啊，应该差不多是1.5左右。下面呢，我们拿鞋拍一下啊，拿鞋拍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够把它拍断。我们不用脚踢了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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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下面有请，我这一只脚还是一只鞋啊？这样一只穿2年的鞋啊，我们来演示一下，看它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够把这个板给劈碎啊？看一下。用脚踢这个板，这个板，来看一下啊，它是非常厚的，肯定要比跆拳道那个表演的板要厚多了啊。3、2，哎呀，竟然没成功。当然还是非常的齐整的啊。再仔细看一下啊，这个接缝看没有？它上面明显是刷一层这个胶啊，感觉像这个石膏一样的东西啊，就像类似石膏之类的给它粘住了啊。那这边也是的啊，看一下，仔细看一下啊，有点类似这个石膏，就是往上涂的。这1.5的完了，下面就是这个是不好办了。看一下这个板啊，非常的厚啊，这要是能把它干碎了，那就是非常了不得了啊。下面呢就由我来表演铁砂掌啊，铁砂掌，按正常的木板来说啊，肯定要比砖头难劈啊。我们看一下。怎么样？很帅气啊！看一下，哎呀呀呀呀呀！看一下，2厘米厚的板子啊，很轻松的就把它给干碎了。今天这一堆板，来看一下啊，这一堆啊就已经破坏完了啊。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跆拳道的板，确实太脆了。看一下，这边，很薄的啊。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关注一下。